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寸真曲尾任风吹，风雨飘摇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，揭竿宿命一往无悔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心不着成灰。殿下，这小子毫无羞耻之心，居然还敢来登英王府的大门，今天必须好好教训他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殿下，求你救救三娘。韩世元，本宫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懂珍惜，如今你拿什么来求我？殿下，殿下，只要你肯救三娘，世人这条命就是殿下的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您叫我做任何事，世人绝无半个不字。还敢纠缠殿下？够了！你倒当真是个情种啊！为了他，连生死都不顾了。可惜。严三娘的毒并非本宫所下，本宫亦不知该如何救她。你既要与她生死相随，那便一起死远点，别在这污了本宫的眼。杨掌事，把她扔回严府，别让她死在本宫这儿。是。殿下。殿下，殿下。先王殿下，这严阔胆小如鼠，难堪众人，倒是他家的几个女儿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只是此次严三娘中毒，不知是英王所为还是臣火恶。如果严三娘真的中毒死了，那恐怕英王和臣火恶就扯不清关系了。其实是不是英王都不重要了，沈都定会为了他的妻姐站在我们这边，就算他沈度依旧愚痴不跟我们站队，那英王殿下也不敢再信任他了。老师啊，这些年你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做的？殿下，老夫知你仁善，可成大事不拘小节，可谓无毒不丈夫。你出身在皇室，定然摆脱不了权谋人心呢。就连当今的太皇太后，当时也是步步为营才能坐稳如今的位置。当年太子之死不明不白，如今又放肆！老臣失言，但老臣对先王之心，天日可表。老师，这些年来你护本王全权之心，做的这桩桩件件都是要为本王铺路，本王自然知晓。但是本王真的不想看到同室操戈，家人相争，若非要如此，这个摄政王不当也罢。先王殿下，您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呀！您是当朝的贤王，今后定会坐上我大仓摄政王的位置的。老夫做的这桩桩件件，
都是为了您，贤王啊！糊涂啊！糊涂啊！老师，这权质一词，便真的值得人去迷恋吗？大哥领。大哥领可是在为夫人的事忧心。妄言。是，属下妄言。不过，属下好像知道，夫人昨日究竟是因为何事，彻夜在刑部劳心。严梦杰昨日来找过属下，他托我帮他翻阅一下府上的档案，听说这严家三娘身中剧毒，貌似是火蛾门的破茧成蝶。破茧成蝶？是，严府上下这两人弄的是人仰马翻，正是因为此事。严府上下人仰马翻？怎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说？那恐是夫人不想劳烦您。连严墨杰都知道，出了事要找你帮忙。他能不知道找谁帮忙？那夫人就是有自己的门路了。属下听闻，夫人今日还去宫中找了医官，听说还给他们看了一张出自御茶司的解药药方，据说那是神火娥审讯时的供词。御茶司，陈火娥。属下已经询问了那名医官，他说这解药有八成是真的，只不过这药中有一药引，很是要命。什么药引？是镜像人的心头血。人呢？你们来府连个活人都没有吗？大哥领，这来罗之又是在故弄什么玄虚？既知是故弄玄虚，何必焦躁？在这儿待着，我去后面看看。大哥领，无妨。来中城，布下如此繁复大局，不就是为了引沈某前来？怎么，我来了，你却躲着不敢现身？这和你平日叱咤朝堂的作风不相符啊！不慎叨扰女眷，沈某唐突了。
大格岭第一次来我府上，就在后院追逐女眷，若是流传出去，就又是一桩笑话了。来中城，收了你这些唬人的东西吧。这些撑门面的雕虫小技，自是不入白无常的法眼。不过今日沈大格岭无故擅闯我来府，总该给我一个交代吧。我若不来，你会把镜像人的心头血给我吗？此话从何说起？你故意给严三娘下毒，让严姓拿到药方，自然是手里留有陈火娥的心头血，才做诱饵交换。大格岭所言只是你的推测，来某可是一句都不认。不过这镜像人的心头血，来某好巧不巧还真有一瓶。大格岭，不可！怎么，嫌我来府水脏，还是担心有毒啊？来某一向对大格岭青睐有加，大格岭大张旗鼓带着内卫闯了来某府邸，若是今日出不去，亦或是出去之后不久毒发，我倒是真不好跟太皇太后交代。镜像人的心头血在哪儿？就在这茶杯里。你狂大哥，你喝了。你将镜像人的心头血封在这茶杯之中，来某也是特意找了来自西城的能工巧匠，才做得这么一只心头血的茶杯。其实你们要找的东西一直就在眼前，可你们却对来府避如蛇蝎，连口茶都不敢喝。其实来某也不是那么不值得信任，不是吗？如今这世间镜像人的心头血举世罕见，这杯子更是巧夺天工，自然不会白给。来中城布了这么大一个局诱我前来，有什么要求直说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心省力，其实也没什么别的要求，只需大格岭记下我这份人情，日后自然是要加倍奉还的。那就别无他法了，只能看大格岭对爱妻是否真的深情如斯，连七姐都要赌上未知的承诺来相救。沈某，
记下了。大格岭，不送。我实在不懂你，费尽心思摆这一番周折，先下毒又给解药，还要我在沈都面前露脸，你到底图谋的是什么？你不必懂。我不必懂，我们这一大家子为了你所谓的远大抱负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如今我连问一嘴的资格都没有了。是我不对，姐姐，我刚心急了，我怎会不晓得你的苦？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的付出都得到应有的回报。给严三娘下毒，可以引得贤王、英王、内卫府三方猜忌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。至于沈度，他着实是最不好对付的。内卫府跟沈府都围得铁桶一般，插进去的细作也都被拔除了。沈度是贤王的人？不，沈度一向在朝堂保持中立，既不占贤王，也不偏英王，跟我更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他越是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，太皇太后对他也就越信任，对我们要做的事也就越不利。那为何不干脆杀了他，或者直接跟他提要求呢？未知的承诺才最可怖，我就是要让他心底生出不安，生出恐惧，生出瞻前顾后的犹豫。等恐惧在他心底生根发芽，总有一天我能让他发挥出比死更大的作用。六娘，六娘，六娘，所有药材都已经备齐，就差一位金乡人的心头血了。可是张相那边你爹碰了钉子，永安公主那边世元又挨了打，娘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娘求求你，求求你再想想办法。母亲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这不是逼我们六娘吗？她已经在到处想办法了，都累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想什么办法呀？还有，还有大格岭，你快闭嘴吧！我闭什么嘴啊？那陈火娥就是白无常杀的，现在报应到我女儿身上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求求白无常让他想想办法？就算蔡薇曾经对不起他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如今也是他的七姐呀。话说的没错，是我来晚了。大格岭，这是解药的药引，镜像人的心头血就在这茶杯之中。多谢大格岭救命之恩呐！快起来，
我与六娘夫妻一体，严府的事就是我沈某的事。解药要紧。多谢大哥领，我这就拿去。多谢大哥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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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蔡薇有救了，蔡薇有救了。来来来。六娘，什么时候我才是你需要帮助时的第一人选？我等到岁月开出花，冰雪慢慢融化，我听到那温柔的话。六娘，他对她说，哎呀，兰洛之说的话真的可信吗？他给的心头血是否靠谱？任何人的话都不可完全确信。沈渡，我有一事要告诉你，此时不说怕以后没机会了。你可知道张相非要严家之女与你成婚是何意图？张相以爹爹和全家相携定下这门婚事，本该是三娘嫁给你，后来我替家进府，张相依旧让我想办法做他和贤王在沈府的眼睛。嗯，但我从未真正帮贤王党做过害你的事儿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是不会害我的。你知道？你真的信我？六娘，既然你从来没有做过对我不利的事情，就不必愧疚。日后再有什么心生疑惑的事情，直接来问我。可好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快吐出来！快吐出来！吐啊！吐出来！快点！你能替你三姐试药，我自然能替你。谁让你替了？我会用内息将药力遍布全身，若片刻之后仍旧无恙的话，你三姐便可安心服药了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替三姐试药是血亲应当的，你算怎么回事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你的伤才刚好，你怎么能如此冒险？喝下去之后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有没有哪儿难受啊？到底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说话呀！真的没事。来楼之既然有意引我过去，给的东西应该就是真的。只不过他没有想到我会亲自试药，要不然的话，真会放点要命的东西进去。
没被毒药毒死，但是要被你给打死了。药没事，赶紧去给你三姐送药吧。啊，回去。时辰了，娘，采薇，你醒了。娘，三姐，三姐，你醒了。刘宁，父亲。三娘，韩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父亲，父亲，英王殿下送了个礼盒跟帖子来。英王殿下，快念。本宫闻韩郎与严三娘间谍情深，死生不弃，此情灼灼，何比浓矣？堂弟之华，令本宫感怀生羡，亦有成全美意。浓情之至，天不可违，特赐美玉如意，祝永结同好。看来，燕王殿下这是打算不再纠缠韩郎君，成全你们了。刘娘，可有不舒服？哦，没有没有。来洛之为何要这么做？下毒又解毒，都这么一个圈子，所谓何来？他的目标或许不是你三姐，而是我。他要设局，握你把柄，卖你人情，那你可有被他威胁什么，答应了什么？放心，没事的。反倒是你三姐平白遭着无妄之灾，所以一心追求正义，查找真相，真的会给身边的家人带来未知的风险。可是，我们选的注定就是一条荆棘之路，不是吗？既然选定了，我便绝对不会后悔。既要遵循本心，还要拼尽全力护好身边的人。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九时分，
六娘，以后专心做你认为对的事，我护你，还有你家人无恙。沈董，大哥领，何事？是送夫人回府，还是去内卫府？神府。是，撤。刚才你想问我什么？没什么。支持我，那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你先早点歇息吧，我温会儿书。温书？嗯。哦，女官考核之期就要到了，我在太皇太后和徐内司面前立下了军令状，以书令使之名参加考核。若是落榜了，我可就是连书吏都没得做了。如今三姐的毒已解，陈火娥一案也已了结，此时不挑灯夜战，更待何时？所以今天晚上你进进出出搬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是为了借我的灯温书？嗯，对啊，你不正好喜欢光亮吗？省了好几盏灯呢。那就祝你考取功名，得偿所愿。借您吉言。难得你主动相约，可有喜事啊？那个，谢谢你啊，严家娘子的毒解了，你那方子是真的？当然，我给你的方子怎会有假？我何曾骗过你？你明明……好吧，是我自己一直自说自话叫你鬼面兄的，你也确实算不上骗了。总之，多谢。多谢。嗯，就这两个字，恐怕不够。那你想怎么样？
这话不该你来问我，是你该好好想想，你打算如何谢我。陆帅帅，陆帅帅，在这儿。锤锤，锤锤，锤锤，你怎么了？孤板，我他，我以为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脚麻了。脚麻了？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大事了呢。顾班，顾班，你送我回家好不好？来，慢点。你干嘛啊？你不是说脚麻了吗？我背你啊。顾板，你说如果有一个人平时穷凶极恶，人人喊打，但是他偶尔也会发善心，也真的会帮助别人，他是好人吗？值不值得交朋友啊？朋友都是自己找的，只问心不问人。如果你认定那个人是朋友，而且他是个好人的话，他不会伤害你，那自然知道。只问心不问人。迟迟，待你收到此信时，大约我已经在参加六部的女官考核了。这一战，我可谓破釜沉舟，赌上了刑部女官的前程。但我想，我不会辜负太皇太后和徐内司对我的信任，也不会辜负他对我的帮助。所谓了，反正我已经有个八品姐妹了，我落榜也无所谓啊。锤锤，锤锤，你上榜了，终于上榜了。这回你不用爹爹花银子请先生，完全靠你的学识上的榜。
虽然最后一名，但是啊，爹爹为你高兴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哎！大哥领，夫人此番官升刑部令时，官职可比属下高了。不服？哪里，心服口服。好了。爹，调令里面只字未提严家。看清楚了？啊，一行行仔细找过了，没有张相亲自签的调令，前往大漠戍边的官员里没有严家。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呀！我严家总算逃过一劫，逃过一劫呀！幼娘。今日咱们严府可是双喜临门，双喜临门呐！嗯，晚上吃点好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娘，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烛影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恋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秋月春风，一生只愿你一人。你的掌纹，你的眼神，我们的爱在升温。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